双溪区公所即天来举行着新北市英华大学院双年大学双溪分校成果展。双年大学有四班：习俗班、唱歌班、画图班、地面高尔夫球班。每班伫活动当中，拢会认真展现着学习成果，是非常努力。双年大学双溪分班今年成果展主题为圣诞狂欢剧，借由今年成果展欢乐气氛，展出一档所学的成果互相交流。今年特别邀请到双溪国小附设幼儿园带来精彩的圣诞歌舞表演、跳跃音乐、用力舞蹈，培养学童佮阿公阿嬷互动机会，学习尊重长者。长者嘛因为陪伴带来笑容，互长者佮互囡仔拢有收获，达到社区世代共融、老幼共融。打破了较早敢若白云的，即马佮变同学，哦，迄个感觉真正无共款，哦，啊，有机会大家都交流，啊，希望讲咱继续家己聚落下去吼，啊，甲咱的时代吼，大家斗阵吼，身体照顾好势，家己照顾好势，尤其咱乡客，吼，咱的时序真侪，拢伫外口拍拼，啊，甲咱里长吼，即个配合，公所即个配合，各班。好好啊，继续把咱的松林大学延续下去。这个活动是多元的趣味，分为静态展区以及动态体验区。地面高尔夫球的体验，书画班的彩绘区，翕相灯卡区，习俗班，春联写毛笔，圣诞糖果屋，和现场大小朋友去体验欢乐的耶诞气氛。所以我觉得哈，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精神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看到恁家哈，这个整群的同学都无上松年大学，这拢差不多跟那国中三年级要毕业的。今天国中三年级要毕业典礼、毕业成果展就对了，对不对？好像也算双溪国小一样，好六年级的毕业展，真的很开心哈。然后也希望现场的大哥大姐，你们永远保持这样子的活力。真的，把您的精神吼保持了啦，身体健康就是咱家己是社同大福气。市员林义奇即天嘛来到现场，甲长辈做伙来同乐，并表示因应高龄社会的来临，长辈平均的寿命延长，过去年代求学是非常无容易。为了满足着长者求知识的希望，特别提供长者一个学习的机会，让长者会当健康到老，快乐学习到老。记者陈玉伟，双溪报道。